秘藏的剪刀啊，就是把一只大剪刀拆成两半啊，拆成两半就夹藏在身上，趁着去卫生科看病的机会啊，瞬间呢，我们管理人员在介入的时候，在纠正其他收容人之际啊，回头他从背面攻击，背后攻击，同时呢，让我们的收容我们的介入同仁大腿受伤了，陪同在旁边协同介入的我们的毅然也受伤了，接着就抢走我们的介入同仁的通用钥匙，那个通用钥匙是可以直通我们所有的各地区的一个通用的一个工具那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就我们就协同整个高雄地区的检方系统包括警方我们就成立了临时的指挥所。他们并没有对于管理上有什么诉求，他们自己深觉受到所谓一罪一罚刑度加长他自己觉得说另外加上三振完深觉出监无望所做的一个赌运的一个我是觉得很可惜的，对人生有一种怎么讲放弃的一个作为，这是我们深感可惜的地方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主任检察官陈主任检察官跟我们吴署长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亲自参与了大概打了超过60通的沟通电话沟通电话用尽一切办法安抚他的情绪能够达到他的满足点我们尽量做那我们也请家属家属赶过来透过亲情的喊话那都被他拒绝于门外，所以说实在话我们也是对这个事件整个过程我们深觉抱歉，也深觉他的结局真的是一个很不完美的结局。他平常感情特别好吗？也没有，就是因为他们的性质相近就是每个这六位同学每个人都是最起码20几年的刑度其中包括无期徒刑的，所以我刚刚有讲了对于出现无望的一个是不是沉默的一个抵抗，我只能这样子来描述。我平常报告的时候，其实有经常出来的吧，或者是说他们在服劳役的时候就有特别吗？没有，这个部分平常是没有移动的。